韩国那个农场买了这一箱梨，它这一箱我刚才数了一下，22个，50块钱，大大小小都有。你看小的这么小，大的这么大，这个好大，这个有一半多，至少有。这个也很大，这个也很大，这个下面有个很大，这个很大，这个也很大。还有啊，这两个也很大。差不多这样算过去，一斤一半2块多钱，还是比超市里便宜，很甜很甜。因为我们当场在他那边时候就已经开来吃了，他这上面这样子黑黑的，其实没事，我一开始也以为是黑的，我不要，他削了给我看了，没有，里面好好的，他只是外面皮是这样黑的，里面是好的，很甜的，很甜。然后买了一棵树，跑了一个多小时，来回2个多小时，就买了这一棵树，买了这棵梨树，拿出去吧。种在哪里我都不懂的，连个蓝莓啊，房子旁边不是蓝莓种在那里？蓝莓那个还可以。没有地方种了呀，这个是牡丹花呀，这边，那边是那个韭菜，就只有那一块地，只有小房子旁边那块地，那棵是蓝莓呀，那个蓝莓你要给它移一边去，差不多。给它移到一边去，然后把这梨树种在这里。梨树不要种在旁边，万一长到娘那里去麻烦。以后种过来，把蓝莓移过去一点，蓝莓往那边移一下，把梨树种在这前面。就种在房子旁边吧。房子不是太边了不？这旁边没土。种旁边就中间嘛。哇，冷哦，操！冷啊，外面。薄荷那边你把它抓出来，你把那个都挖掉了还种吗？啊，那我哪里挖过来的？那个什么，那个韭菜，那个葱啊，有柳葱那边。薄荷，百合，薄荷，我去开雪会啊。你后门开的那个给拿出来，大理花什么的拿出来，大丽花拿出来种，会不会太早了？不会，这几天很冷哦。啊？这几天很冷啊。很冷。嗯。再等一两个星期，3月底一下，太早了。要扫一下吧，水冲会冲得掉吗？啊？水冲一下会冲得掉吗？冲一下洗一下，下雨就冲掉了，还要冲干嘛？你的水管还要再去接，水管不是还没有？水管就在那边，里面没开过来。这个开始长了，看到没有？韭菜。这猫正在拉屎呢，看到没？我撒上那个胡椒粉，它就不来了。你这样子挖一下，它等又来这边拉屎。它要有新的土的就会来拉屎。你要种这个韭菜，韭菜种在这里，这个下面没东西吧？没有，没有，拿掉它，用来种豆子的是吧？拉起来不要挖。民工开始挖地了啊！民工挖地，这棵蓝莓都已经开始开花了，把蓝莓移过去一点。蓝莓其实没有什么用，你那时候爱买，不好吃哦，你是。爱动，不够深吧？啊，不够深吧？这样差不多了。问题是这扒得起来吗？可以，怎么扒不起来？这个哪里是花？这越看越像荠菜耶，为啥？啊、这个不知道像什么，叫什么的东西？这是花吗？那个冬天它也不，它自己也长出来，也不会死，是花呀。那棵不是花呀，这棵是个梧桐树啊，这个、啊，这个是个梧桐树啊，这个是花。去年那棵花是这里的，对，是这个吗？怎么感觉不像？这个肯定是花呀，这是小棵的呀，这是小棵的呀。
还在去买土，那个土还在添，土要买几包回来添。你这个树枝啊，要这样种啊？嗯。不敢这样种，这样种以后这样两边长不好。嗯、这样子。就这边，是不是？啊，对，对，差不多了。他说不要种。他说不能种太深。但这也是移植过来的呀，也是移植的，肯定的了。会不会就太过敏？不会、啊、不会不会，可以可以。要上去踩一踩吗？哎，那锄头给它压实一下。土不够，土再去买两包倒上去。你那边土都被你挖光了。等啊，好了，种好了，就这样了。看他还买了两颗，这不懂什么花，他说的买了两颗花种。我看他这一点点地要种多少东西。这是什么？给种在哪里？就这边吗？啊？就这边吗？这个是什么花呀？就这个花嘛。哦，就那个绣球，这也叫绣球。就隔壁。就隔壁那个花。隔壁这怎么长得这么大了？它都没修，要修。我想这个可能不会腐。这个本来是一个这个颜色，一个白色。不知道，都没发芽了，你也买回来？我感觉它还是没发芽，可能是。那你还买回来？可能是。那你还买回来？自己知道感觉不对劲，还买回来，真是。发芽都没发芽，它还会活？问题是挤在那里行吗？你这里玫瑰花不是没有了吗？这里也可以种啊，种这里啊。啊，对，这反正没用，这反正它开完就没有了。那边太挤了，你到时候叫白长在那里不方便。种这里，完了这个分性质，它就开完就没有了。天都快黑了，已经。哎哎，倒下来。八点过去，都八点上，对上去了，还堆一点上去。